号码不准备妥当第二场赛事五班千六米准备。好啦，一搏出嚟嘅时候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醒少少啦，外边飞天龙驹、华丽宝，中间福裕埋边咧，仲有呢只龙德风云、内兰橙眼罩嗰只咧，仲有呢个时时有机啊。咁再跟住后边咧，仲有呢只辣德醒啦，中间就乘风破浪啊，同埋呢只咧就辣手先锋啊，紫色衫噶。再后边嘅马有心全赢啦，咁啊彩虹幻影啦，外边怡情养性啊，尾成功年代包咗落尾咧，就系嗰只夺标嚟噶。好啦，向住呢个一千米段住进发啦，醒少少就带头啊，跟住第二位咧外边咧就系呢只咧飞天龙驹啊，内栏时时有机，中间咧仲有呢只龙德风云第四位粉龙衫噶，再喺后边有华丽宝，外边咧就系福裕嚟噶，大约向第六度啦。内栏位置仲有就系呢个辣德醒啊，咁啊再后边乘风破浪啦，出边紫色衫咧白鼻箍咧就有呢个辣手先锋。内栏心全赢啊，后面嘅马就是彩虹幻影、怡情养性，包尾一对咧就是成功年代，同埋咧就系呢只夺标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都仲系呢只醒少少嘅大先嘅，跟住第二位有呢只飞天龙驹啊，咁啊中间粉龙衫咧有呢只龙德风云啦，外边福裕都开始踩油啦，咁啊再见到后面嘅马啦，咁啊中档位置咧有呢个辣德醒啦，响外边上紧嚟咧，仲见到怡情养性啊、辣手先锋同埋夺标嗰啲马，兜到嚟最后二百啦，飞天龙驹骑几步带嚟咗大约一个身位噶，咁啊见到中档第二位有呢只福裕噶，埋边咧仲有呢只龙德风云啦，中档骑紧上嚟仲有夺标啊，出边就系呢个怡情养性啊，最后一百米啦，飞天龙驹劈晒尾噶啦，但系都仲系占先啲，中间上紧嚟噶嘛，有呢只咧就系夺标同埋福裕啊跑得接近啊，咁啊结果呢只飞天龙驹啊，咁啊摆咗一个较前嘅位置，咁啊连环鞭之下咧，其实只马翻到嚟都劈晒尾都唔多噶啦，咁啊但系都顶到尾，跑第二有呢只夺标，福裕第三啊。好啦，呢只飞天龙驹啊，今日选择跟翻好位入到直路，一路挨翻嚟啦，咁都挨得到嘅。夺标啊，由包尾追上嚟啊，跑过第二啊，第三就系福裕，第四咧都睇下系咪只怡情养性啊。入边龙德风云都好似冇乜噶啦，似喎。哇！今日前面嗰两只做出嚟嗰啲步速啊，真系恐怖啊，快到喺五班做过47秒半头两段。咁结果啲手好位嘅，翻到嚟追得到啦，几多倍啊？36倍啊！我哋哇，发达跑啲形势可能摆到前面就着数啲，睇下点跑。话一出咗成功年代，走埋夹咗其他嗰啲马，夹咗就八档辣手先锋，好似都。但系我当就系飞天龙驹啊，路飞色衫啊，黑地直就嗰只就醒少少啦。佢細只惊人嚟拍住佢，咪放快啲咯。咁起码唔使同人撞先啦，都系一个都系一个变数啊。后面白宝铲眼罩嗰只就时时有机啦，拍住啊，食龙德风云嚟嘅。跟住系华丽宝啦，见翻咁啊，开边辣手先锋，福裕啦，福裕啊开边啊。咪嗱，德醒就喺埋边啦，咁啊再后啲啦，有啲心全赢喺内档嘅，乘风破浪啦，辣手先锋喺开边啦，咪然后彩虹幻影啊。怡情养性啊，啲马就较为厚啲噶啦。成功年代同埋啊，即系夺标留低喺尾喎，今次啊，喺后边睇下点稳位啊。佢又唔系掟出外档追噶。飞天龙驹系全程都二叠，跟住啊醒少少啊，唔算好快，大家揿实。好慢啊呢度。龙德风云翻嚟都唔系好输，即系点断啦吓。咁啊，福裕喺三叠啊，蚀底啲个。全程都三叠，不过骑内又唔系点加速嘅啫，只马其实都。嗱，首先锋其实又有啲遮挡，唔系话好蚀嘅啫。外边怡情养性有几步都自以为追到上嚟嘅，咁啊结果就得个第四。睇下只夺标喺边，系红眼罩而家喺只白鼻箍后边啊，辣手先锋后边都算叻仔啊，骑到上码头啊，亦都喺呢场都，啊又真系唔系好，即系起码骑到啊，系啦，佢系有少少闪一定有嘅，叫控制得到咯，骑到就系骑孖几步攞咗个 Q 脚，时时有机真系放唔出就真系冇啊，系两只马。